来到了中天新闻的六楼，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装扮？黑框眼镜加上吊带，新闻龙卷风复活了。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你看到是我们新闻龙卷风在52频道的最后一集的播出，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新闻龙卷风在网络上面就要出现了。随着我们在网络上面出现，你会看到更多更多不同的一些方式，更多更多不同的呈现。来，我跟我一起走进我们的四号摄影棚，来，走到四号摄影棚以后，来，可以注意哦，现在走进来之后，你可以注意到整个摄影棚非常的凌乱，但当导播就说，哎呦，好乱好乱，没关系，就是要乱，这才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真实的摄影棚。来吧，回到我本来主持的位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是戴立刚，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但我虽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的时候，也就我们在礼拜五最后一集龙卷风结束以后，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议题，就是这一张了。在上个礼拜五啊，龙卷风的最后一集在52频道播出的时候，当这个画面一出来，网络上面 PTT 爆量，当这个画面一出来，在9:33的时候，东森新闻云马上就发了一则新闻出来了。发的新闻是什么呢？新闻龙卷风制作人现在还是处男吗？这个问题说实在话，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虽然跟他熟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没办法回答。但在六日的时候呢，其实发酵的事情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新闻龙卷风制作人是否还是处男，因为我新闻龙卷风以前是2小时的时间，后来被某些人因为某些因素把我砍掉，剩一个小时了，所以我有一个小时的龙卷风的制作人被搬到了下午的节目去当制作人。他那个六日好衰啊，所有的人全部打电话问他说，哎，你还是处男啊，哎，你现在还跟你弟弟一起睡觉，所以你是处男哦。所以你看那个制作人多衰，而现在我真正的龙卷风的目前的这个178公分的制作人，哦，不是长度，是高度哦，那个制作人他就躲过了那火炮的攻击。但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在 PTT 上面热议的问题，就是这位小天使了。所有人都在探讨这位小天使是谁，嘿嘿，这小天使是我们团队的人，但名字，哎呦，关于机密的关系，而且是国家当中的极机密，所以我们就不能讨论了。不过我们来讲到现在这个时候走到了网络，来，注意我后面哦，你可以到哪里，你可以到那个YouTube 里面，到我的新闻龙卷风，看到我的这个一些影片，我自己拍的一些影片，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你从这 QR code 当中就可以连接到我的 YouTube 了。另外呢，还有我们新闻龙卷风的官网的 YouTube， 现在已经有571,000人喽。哎，我们的目标不多啦，就打败那中天电视啊。中天电视现在213万，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就是比这中天电视的这个还要再更高，这样子就可以了。哎，不过请大家继续努力，帮我们新闻龙卷风冲到更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Instagram 上面，我们的新闻龙卷风上面常常有一些怪东西，我今天下午就看到一个怪东西出现在那上面，我都傻眼，我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人给我拍的一个东西，问我了几句话，他手机只拿在胸前，哎，没想到到了傍晚的时候居然到了 Instagram 上面去，还是一个这个即时的动态，哈，我看了真的快昏倒了，是什么内容你自己去看。小天使在这边，来，小天使在这边，小天使会来这提出很快问快答的方式，我们用最快的方式呢来这个准备做这个答复哦，而且要短短的3秒之内要把答案给写出来哦，就3秒时间哦，而且所有在外面的观众朋友，你听到这个答案题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龙卷风当中居然有这么多的美美嘎嘎在其中啊，来，准备了，小天使请。好的，马上来进行了我们的第一题，请问呢，龙卷风的主持人是谁？主持人是谁？快点，不知道，不知道，紧张了，快点，紧张了。主持人用英文写，你用英文写，你用英文写。请亮牌。两个都一样，没错。好，来第二题。好，第二题，请问呢，我们的主持人戴立刚平时聊天最常提到哪一位女明星？哪一位女明星？来。大家好好想想，我有提过女明星，我都不知道。来，2秒，1秒，来，时间到，谁？时间到，请亮牌。陈文茜、蔡依林，乱，都不对，错。正确解答是什么？正确解答不是，是鸡排妹。哦，鸡排妹。接着我们第三题呢，新闻龙卷风首播日期是哪一天？哦，好难哦，这个，哎呦，哇，太夸张了，哎，什么？这边写错了，我的兵哥非常快，2022年6月25号，这边呢，2022年7月，错了，这边正确解答是2022年6月25号。
再来第四题，请问呢，龙卷风的摄影棚？停！小天不要讲话，快！请问我们新闻龙卷风的摄影棚是在第几棚？第几棚啊？我只知道在六楼。第四，两个答案都对了。好，来下一题。这题解答，下一题，请问呢，棚内布景背板上有几个 news 英文字？谁知道啊？什么 news？ 来，五、四、三、二，这个写十二个。来，这里啊，六个，几个？正确解答11个，11个，两个都错。好，这题两个都错。来，下一题。再来，棚内为我们来宾预设的杯子总共有几个？什么啦？预设。来，三、二、一，来，这边写8个，来，这里写10个，都错，正确解答是11个。预设啦，叫他。好，来下一题，请问呢，龙卷风外面张贴的警语是什么？门口张贴了一个警语哦，张贴的警语哦。来，5秒钟，是说不可以带食物。4秒，3秒，2秒，1秒，请勿饮食。来，这里什么？两边都请勿饮食。正确解答是小心高低差啦，因为进去有个门槛，怕你们跨到跌倒。明明就是请勿饮食。好，来。好的，请问呢，龙卷风22时段一般来说会问几个题目？二十段，我们龙卷风本来是有22跟23两个时段哦，前些时候因为某些因素变成一个小时哦。来，一个小时几个题目？来，13个，这10个谁对？正确解答10题，王继平对了。好，来第一个，来再来。再来，请问我们龙卷风的制作团队总共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呢？所以现在吗？现在已经快，5秒，现在4秒，3秒，2秒，1加7，1秒，来，4个男的，3个女的，来这里呢，5个男的，4个女的，谁对？正确解答是3男2女。两个都错。好，来下一题。请问呢，我们龙卷风的制作人现在还是处男吗？这个我来访问他好了。是。一个，两个都 yes 哎。啊，是吗？不是，不对，他叫他要来说明是什么时候，完蛋，什么时候发生的？制作人在复控哦，你惨喽！对象是谁要证明啊？好，接着，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兵哥答对的是3题，我们的静平哥答对4题。好，平哥你输掉了。好，来，我们注意啊，小天使的前面呢有酸甜苦辣4个东西，这也代表着我们龙卷风8年半以来的酸甜苦辣。但现在这个时候拿了个球出来要做什么呢？完蛋了，好不好？那你要不要先认输？看个加油！酸，来吧。没错，这个时候韩冰你可真的要酸下去咯。真的酸。来，上惩罚啦！惩罚前要讲句话，发表一下。说真的，我从龙卷风一开始就有参加，一路到现在8年半的时间，看到今天龙卷风这样子，虽然很酸，可是呢，酸中一定带甜。好难哦！我们将来一定会尝到甜美胜利的果实。对，好赞哦，够酸吧？这特调的。大哥，完蛋了！这个是什么？柠檬汁是吧？好喝吗？什么东西？很难喝哦。哎，小胖，你加了什么料啊？我本来都已经哑了，被你那一弄更哑。好，没关系，等一下你可以休息一下，